你明显感觉到你疯了。Oh my god！ 你们来台湾那么久，有没有 massage？ 这个叫 massage？ 没有。哪位 ？Eric 呢？在台湾养过。是做纯的吗？还是？不是纯按摩吗？按摩要拔罐。哦，没有纯嘛，就是还拔罐嘛。啊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你要重，你要 heavy， 或是轻一点？heavy。你要 heavy？ 对。我可以重吗？有一块吗？是被这个制作单位气的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厉害哦，我按到那个虾子哦。后来那个时间到，它铃会响嘛，噔噔噔噔。啊，先生，你时间到了。那我说我再加一些，他说哦，我没办法，我已经快胃食道逆流。你是真的事情吗？真的也不是按这个地方，最重要是你的脚底。台湾到处都有这种，疏解你的经络。你看啊，好痛啊！Eric， 你不行了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好，好，好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啊，这是尾巴哎啊。在哪里啊？比较靠近那个腰椎。啊，腰椎不行，我站很久了。你也明显感觉到。你疯了。我都是一样的力，但是。什么？你都一样的力？可是我都一样的痛。啊。如果你有特别反应，因为睡眠。特别的刺痛，睡眠比较不好。好像都蛮好的，只有你很重。这里面只有我有敬老卡。那位师傅，你帮他按，你觉得哪里不好？走路走太多。You walk too much. You are Johnny Walker. 欧洲人。欧洲人。在台湾，都会喜欢走路。啊，对。对，台湾人都不信。不喜欢，就是台湾人真的不喜欢。他们现在讲不是点，三个人控诉台湾人不喜欢走路。还有什么缺点？我觉得台湾人开车的时候应该注意一点，就是应该小心。对对对，他说的对。他才来几个月，第一个印象就是开车要注意。台湾的披萨哈，真的很难吃。你说你们有那个珍珠披萨对吗？对，还有那个香菜。Oh no！ 像我们那个凤梨披萨，他们不认同哦，没有凤梨披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你们披萨传统是什么？最传统的应该是玛格丽塔，只有那个起司跟番茄。